现在这场游戏叫做什么黑洞实验室，我们要干什么来着，我们要干什么，我们要抓住物体不要被打下去。哦哦 OK 我明白了，他被我打倒了，被我打倒了，好，他掉下去了。OK， 哎，我抓住了这个物体，我不会被吸走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哇塞，好好玩这个！我就是掉下去了。现在黑洞丧失了它的效果，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开始，哎，没问题，我把这个怎么打倒了？我要把它扔出去，对，我把它扔到下面去了，它已经被我了，它已经被我了结了，还是菜鸡。我现在开始把我的魔爪伸向这两个黑色的朋友，一个猩猩，一个黑色的猫猫。他拿起了一个网球拍，我觉得我打不过他，所以我现在就跑。然后我现在来帮马浩师解决掉这个人。OK， 我抓住了他的披风，他拿到一个炸弹，我把它扔下去，我想把它扔下去。哦 no！我现在要去找一个东西，赶紧把它抓住，这样我就不会掉下去了。所以我抓住了它，然后现在黑洞开始升了起来。我现在场上所有人都抓住了一些物体，都没有被吸到黑洞里面去，现在非常安全。OK， 我被东西打晕了，我被我队友飞踢踹倒了。啊！我队友为什么要？我不是在这儿吗？这不是咱队友，只有咱俩是队友啊。这边那个我把他打晕了，我把他打晕了，把他扔下去，快把他扔下去，把他扔下去。你松手，老师松手，快！不是啊，完了，我把你打晕了，完了，他把我打晕了。哎，抓东西，抓东西。这个人，他开了，他变成赛亚人了，我天，他浑身都在发光。知道，很恐怖。哇，你看到了，我们刚那个人已经被打倒了，他的千钧一发之际抓住这个铁链子，他才没有被吸到黑洞里去。太精彩了。我被打倒了，不过他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OK， 我把他打倒了，我现在抓住了他的，我先把他扔下去，再见，哈哈，我真的太强了，我现在抓起、这个、没人了，赢了，哎，我们赢了 ，nice， 第一波是我和马浩辰拿下了这局游戏的胜利，也开始第二波，这个丫看起来来者不善，他想把炸弹扔到我身上，但是他绝对没有这个可能，这个人还拿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像是一个什么枪之类的东西。哦，被冻倒了，我想把它扔下去，不过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我们一起合力把他啊！你把我打倒了，马老师 ，no no， 抓住，他倒了，我抓住了，我抓住了，我现在安全了。哎，我安全了。没有人掉下去，身上。好的，现在我要把这个东西打这个绿色的队伍打倒他，他倒了。有一位倒了，然后，我转不过来身子，打倒了，我被扔下去了，完了吧，浩石，别说我一个人了，没有，我还看我一下一个头锥撞到他们两个，我真的太帅了，啊，完了，我好像把浩石打晕了，快离开他们，我们这三个人。这俩人好有意思啊！不是，我们这三个人，哎，这个鸭子没抓住，鸭子死了应该。哎，这个猩猩也没抓住。哦，又剩咱俩和另外一队了。哦 shit， 另外一个人打晕了，我要来救他。好，没问题，我把他打晕了，我把他拿出来，把他扔下去，快快扔！扔了！哎呀！别打晕了，我去旁边，你先来。哎，要启动了！我抓住链子，我抓住这个了，休想！啊，我被炸倒了，完了！快过来！哦 ，nice， 老师 nice！ 天哪，不是，但这个气力不够！！可惜。不是，咱们这个吸力不太够。哦，原来最后是要抓链子的。哎，不是，我到现在还是没搞懂这个扔怎么扔啊！好，我抓住这个吧，我要拿平底锅干这个鸭子。鸭子想跑，鸭子看我拿了平底锅想跑，这儿来了一个猫猫。哦，它也是，一个直接一个，哎，都被打死了吧。Dude。我们来看看马浩石的视角，这是马浩石。奥德曼死了吗？我死了，靠你了。
呀，宝石掉下来的时候被砸晕了。我被这个桶砸了。Which is pretty unlucky。饿，快跑！哦，这个黑猩猩捡起了一个回旋镖，但是马浩是跑得飞快，马浩是远离了所有的人群，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任何人的角落里面。但是现在抢走了这个黑猩猩回旋镖，哦，他还是没有选择拿起这个回旋镖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还有走回去拿起了回旋镖，真的不知道他刚才为什么要他把回旋镖扔了出去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瞄准哪里。他现在开始跟那个鸭子产生了一些争执，最后还是选择了稳妥起见，抱住了一个铁色的一个铁贴的东西。然后是能否依靠这个铁桶撑过这一轮的黑洞呢？铁桶有一点，目前是够重的，我感觉看起来有一点悬。哎呦，没有掉下去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可以丢东西，哦，我可以给你们丢东西，哦，好棒！死了之后可以给别人丢东西。这个鸭子把电击枪扔出去了，然后是再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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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是溜得飞快。我的策略就是让他们先打，然后我坐享其成。非常的保守。鸭子没抓住。鸭子要完蛋了。哎，鸭子在最后时刻抓住了一条咸鱼，不过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现在场上还剩红队、蓝队和绿队，看起来这轮比赛的橙队是非常弱不禁风的一个队伍。我马浩是靠一个下腰躲过了他的飞踢，这个猫猫看起来也不容小觑，他一下子就把这个猫猫另外一个橙色的动物，那判定是什么，扔到了这个黑洞里。我觉得作为一个解说，我怎么把它扔掉？说 F F F， 我怎么把它扔掉 ？F F， 好，现在应该抓住这个铁链，免被黑洞吸进去。不过这个猫猫在这上产生一些攻势，完了，马浩是被打晕了，现在情况非常的危险。我要朝这个猫猫扔一个香蕉皮，马浩是没有抓住铁链，完了，还是有一个获得的胜利。哎，猫猫也没抓住，猫猫也没抓住，哎，他也没有抓住。哦，难道这一局是平手？真是精彩的比赛。太精彩了！啊，哎呦，赢了！哎呦，我们怎么赢了？我躲到下面去了。Oh, nice！ 哎，小炮，是鸡，好吧？咻，打死了！啊，把它扔下去。再见！哎，我怎么丢扔不起来它？我为什么不能把它丢走啊？哦，我是要两个手抓的。哎呦，我被打倒了！救一下，我把它打倒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稳妥起见，我先把这个铁链抱住。哎呀，它把我抱住了，我又把它打倒了。是我抱住铁链，啊！我抱住他了！啊啊啊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你走开了！不要拽我 ！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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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哥！怎么了？你死了？唉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惜。我先逃，讨厌，讨厌！我把这小鸟皮，他在吃东西。哇！他开启了自己的 zone， 但是还是没能躲过马浩石这个。逃跑思路的攻击，好使的，抓住一个铁，就丢了，给马浩石丢个鱼。哦，还是很 OK 的，快，这里有一个狗狗，就在你的面前。马浩是没有选择趁人之危，是一个非常正式的男孩，朝反方向跑去。哦，现在场上只剩下了橙色、蓝色和红色的队伍，现在橙色和红色进行了一波争执。可见可以看到，这个柯基拿起了一个双节棍，把黑猩猩直接吓跑。然后场下的一些队员开始疯狂的朝马浩石丢炸弹。因为他们看到蓝队已经取得了两个皇冠，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有利的。哦，没问题，所有人都没有抓住任何东西，只有马浩是牢牢抓住了。这一局还是蓝队获胜，蓝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，我太棒了，我天。OK， 你的解说非常的振奋人心。怎么说吧 ，Halloween， 怎么说吧？我爱你，我爱你。OK。哦，就等这句话。我要出镜，你们都给我让开啊！我被挡住了，我也被挡住了。